那么就让我们继续下一组的对决。盲猜 MC 硬伤红和盖他们两个，最终我选择可能这次抽到的是盖哥他们。冠军 forever， 冠军 forever。 我们解过名了，盖和功夫棒就告诉我们，你们要 call out 是，这个意思是，谁想来就谁来吧，，有人应战吗？ 赢了，哇，没有人战，还是在心里选择了战术回避一下。假如说上一场小胖对杨和苏有这个想对决的这个情节，那如果这一组他还选杨和苏，我们规避掉两个很强的选手。根据规则，无论有没有人应战，盖说一个，功夫，你们可以随意在剩下的三个联盟里挑选一组。 我选老派，我选老派。导演，终于到我们上场了，好小子！我有预感，盖和小胖会挑到我们，因为他们在弱者票中给我们投了一票，而且是很正式的投。那你是怎么认为？因为你赢了小胖，替他报仇。对。 从湘江到嘉陵江，所有我们的人在等着我们凯旋。我们知道他们的歌会是很硬的，我们对自己这个歌还挺有信心的。勇者碰勇者的应该有的局面。首先为大家有请出来，盖哥和功夫胖组成的冠军 Forever 联盟。 第二组联盟是派克特和保时机 EM 组成的 MC 硬伤红联盟，有点发哥感觉。哎呀，老舅起范了啊，老舅，这一上来这小步伐迈的有点六亲不认的那感觉啊，必须的，必须的。我觉得这场是非常期待的一组。那么在。 开始之前呢，我有一点问题想先问一下我们的盖哥哈。看完刚刚这几轮的对决之后，你现在的心里啊，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压力？没有，我觉得所有的24位 rap star， 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在做一件事情，为了中文说唱凯旋。格局这么大，这么大。 派总，我听说你们这一块子有一个新组合，还有一个手势，是不是你？我们手势必须一二三，这样说唱，这样说唱，这样说唱，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因为可能到我们这儿也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两个组合了，然后也是希望所有的兄弟姐妹继续燃烧你们的热情，我们一起呈现巅峰对决，好吗？ 对，既然他们选了我们呢，那多多少少还是得来点火药味儿。看看这二位穿的那么搞笑，是不是跟我来演热血高校？但是，这是铃兰的顶点，我必须让你知道。你可以听到小哥小妹儿在叫好，这里是哪儿？是北方，这是青岛。 那我也必须来一点了。他们在比赛前准备了很多猛料，但是听完我们的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笼罩。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冠军 Forever 联盟，Let's go get it！
大哥，因为小胖昨天要巡演，我还是觉得小胖蛮累的，而且他飞回去，我也去正好想去长沙见见老朋友啊，顺便把歌做了。他开心的要死。对，每天我们在我家附近的湖边骑脚踏车，然后吃了点好吃的，吃龙虾。对，然后这个事情就办完了。嗯，排练了一下，对。这个是小胖的框架，然后我用的 Cyber 里面的没用过的歌词，对，我觉得蛮搭的。我始终觉得是一路人做的音乐，那肯定不会差。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第一现场，第二就是气，这个气是就是整个气概的气。想却干不出来，外表靓丽，心里却藏着不满。我这首歌现场彩排完感觉怎么样？累，来不得二，有一句长的话叫做，就是只能来一下。对，one hit。整个城市等着唤醒，等着我们继续带领，偶像永远都是幻影，黑色我们永远都是冠军。来自第四年忘记七万拉后超越中上楼一圈不忍相应，后面都一直被拖方言中国人真正背手起家到底有几功，长沙城里红颜万箭伤在重庆战地我爱看的草爱看的好爱看的贵还有时间赛跑爱看的扣花的代表，下一步要追求这份多妙，谜底在明面上却看不出来，外表光鲜心里却藏着不满，我恍如电视无往前来糟糠，狂狂风暴雨云深覆盖刀光耀，掉进一千我都远路里，前面走右的再来一次，忘记是比赛准备双脚一步中文说唱等着我们开学，哎哎，
This Champion forever 所有人屏幕前屏幕后的所有人只有四个字别来沾边别来沾边我的妈确实笼罩哈、啊，他们这个有点笼罩的凶，真的恐怖。这是你带出来的冠军，有什么想发表的？这个我的徒弟啊，我的徒弟，狗哥，对对，还是得是狗哥。啊，肺活量很大，你知道吗？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这种又可以说又可以唱又可以跳的时候，那你已经进入了心率期间，最起码得到你的四了，哇。现在就是说，这个刚才没录上，重来我估计就够呛。